除了补里的话，注意一下，这里恐怕吃不到肉了。因为呢，台湾各地呢都有举教的典礼仪式，唯独呢南投县的补里镇，百多年来呢每隔12年定期举教，隔3年再办3县的祭典仪式呢，教祭圆满成功。那么有如是嘉年华会，举教期间呢5天的时间，全补里90000的镇民全部都如素，连知名的素食业龙头也配合推出了素食的套餐，为地方的平安祈福，让外地游客觉得真的不可思议。